我也没有说刻意去找或者是去等待，但是我会边工作边去等这个人出现吧。现在目前为止还是工作为主。心里有怎么样的条件吗？还是就是真的随遇而安？条件啊，这没有怎么样，是男生就 OK 了。对你好就可以了。对我好是男生就 OK 了。还有因为最近可能对台湾都比较有一些关系吧，因为我之前拍戏也是跟台湾的演员比较多，而且我希望未来会有一些作品可以跟台湾人合作比较多，比如说幕后的人。对，我希望吧，因为最近在国内比较多时间，在香港反而比较小了，都已经对。那今年是有什么作品或是接下来什么计划可以跟大家说？刚刚拍完一部电影，然后应该八九月份会拍一部电视剧，然后可能今年会比较多的电影作品。但是我在这里也希望透过这里吧，我挺喜欢琼瑶姐的一些作品，可能现在比较小她的作品，所以现在我来到台湾，我希望她能听到，就是我希望拍琼瑶姐的一些电视剧吧，因为以前太经典了。